钱。唉，咱们又有钱可以拿。快钱！哦，还有重伤，但有条老规矩，不问，绝对不问。只要公子有钱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才，肯定是公子你的。只要有钱，我什么都愿意帮你做。来，签个字据。我可不做亏本的买卖。你要的东西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一个四海为家、爱钱、爱女人的风流男子罢了。我只认钱。不认人。10000两黄金。除非殿下愿意给小人多加50两银子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小人可以。100两。小人多谢博王殿下。赏金100两。今天晚宴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但是我带了你最爱的糖葫芦哟，不要钱，只要你开门。这100两是当初博王殿下给的，今日全数奉还。